跺脚。哦、oh, come on， 哦、oh, yeah。哎呀，有种尴尬的感觉。哎呀，他没有化妆。Put your hands up。还问我们要跳什么？他跳的真好。哦、oh. ，哎呦天哪！哇，这神力女超人嘛，哎，太正了，小茉莉 feel 哎，对呀、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手身材，你看那个腰，他的腰，手哎呦，好，第二位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哦，哇，那个二号的美照，天哪，这个哎呦，真的，这眼睛很大的哟，不止眼睛大哦，哎，哇，精神整个好起来哦，哎呀，哎呦，好哎，可以。可以哇！太温的甜甜天呐、啊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哎，但是这个整个眸子是正的啊，对对啊，而且他这个照片比较用正面拍，单号必须得往前推，漂亮，三号要往前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三号很好哎，正面堂堂正正，三号往前推，我觉得三号他太有鸟了，他太躲了，对，他有在，他把他身体一半都藏起来，而且你们觉得他的眼睛那边很怪，欢迎啊二号。的女主人出场，哇！女人这么大个，哎，他们，对啊，他们素颜也都蛮漂亮的。Say hello， say hello， say hello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看起来娇小，可是对啊，高啊，超高挑的，很高挑啊。身材很好 ，Kiss 传牌王哎，这是最经典的一个。哎，为什么今天好的都给他校园了？对呀，哪有我一开始画那个烂口红，好，你可以选两个，选两个，左右夹，好难哦。哪怎么也难？你在娇羞什么？在开心什么东西？对呀，还爽的嘞，来玩的呀，这样我们都要收费了，要收费，恭喜我们，好难哦。那谁？你们帮点吗？你们帮忙，帮我选。你自己啊，林大忌。啊，林大忌，精灵，大忌，来来，总该还你一个公道。哎，有 feel 了，传三张完成就过了。一边七，不能用抽。哦，七，哇塞，跺脚还跺脚。哦，哇，厉害了，厉害了。你选松下。哇，我的天哪！safe， 好怕哦！你们玩就好。来了，认真 focus。好 ，OK， 嘴巴都歪了。哦 ，safe， 来了。认真，你吸好，蛮会吸的哦，花校园。好的，恭喜完成。没有。两位回去，我好好访问一下。听说有这个警察临检，看到素颜就开走。对，为什么？不知道哎，扬长而去。这有什么问题呢？他那时候是可能就出现在我后面，我看到警车的那个闪灯，所以后来我想说可能是要临检我，因为在半夜，我就一回头，他就这样看到我就走了，就走了，他就上车了。你的脸有灰白吗？为什么？我披头散发。吧，然后又穿一袭白色的衣服。对，没有，你是开车吗？头发长长。开车还是？我走路。走路要临检，走路对啊，走路然后还开车。你走在哪里啊？警察开车。不是，那我觉得开车，我觉得那个警察可能是原本想搭讪。哦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？但他素颜也长蛮漂亮的，漂亮的，皮肤都很好，对，皮肤质都很好嘛。对呀，啊，你是平常是做车展啊？对。哦，身材很长，对啊，身材，然后现在也慢慢在网络上发展。来，直接来看看我们的今天的冠军，欢迎蚂蚁出场。厉害喽！还是有睫毛。Say hello，Say hello， 厉害啊！嗨，我是蚂蚁。那睫毛为什么还在？种的。哦，种的，种的。哦，那就不能先拔掉吗？不行。很难过，六倍差更多。那不行。女生哦，没有假睫毛，看起来就像壁虎一样。没有精神。壁虎？为什么？眼睛呢，就泡泡的，然后没有毛。对，厉害的呀！网络上走卖。舞者。Dancer 来着了吗？Dancer。厉害。之前我来过这里伴舞。
啊，真的吗？你要不要现场来一段？那就来一个舞啦，来啦，阿米老师给那个音乐 ，Let's go， come on， yeah。你要跳什么？他跳的真好。很扭。对，哇塞！哇，厉害！一点都不扭捏，有没有？对，出来活泼嘛，是不是？电力十足。时代不一样，你这种活泼大方，不代表他是一个没有节制的人。哎，对，当然，对不对？有一种闷骚的，不要，就到房间踏反了，他把他压倒。要挖空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互动叫做锁骨吃葡萄。天哪！就是说要把葡萄。整串放在锁骨上，锁骨这么厉害，要特异功能啊？干什么？又不是农特产，喂，一颗一颗了。示范，哎，要有锁骨，哦，这要找有锁骨的人。哎呦，哎，他有哎，真的。然后男生要吃他，掉，再一颗，再一颗，先放，你要稍微往后一点，对，阿奇，对，哦，这样，哇塞，然后男生来吃吗？哦，好。天哪，这太好了！你要的是哪一位？大凯。哎呦，哦，哎呦，直接指名，吃蛮重的哦。大凯，大凯，人生到这里出脱了，真的 OK 了啦，恭喜你！锁骨喂葡萄，撑着，你要撑着，你要 hold 住，你还跑？谁的？哎，破掉了，破掉了。这样他就不会跑了。他那个被照啊。我被蒋经理啊，一夜乱跑，我一点个。你干嘛？因为先过去。被浪掉。因为他太调皮了，要惩罚。你还好吗？我就知道没有什么好事。好，里面请吃。哎，你不要吃。我最讨厌人家乱。还好不是我们哦。还好是大哥，哎，葡萄汁都流下，可以赶快啊，赶快，老疼了嘞！大凯，你真的 OK 了，这一个很可能是年度夜场最佳游戏，最佳游戏，已经可以得奖了。